也不枉他帮我出了一辈子的力。可是那样的话，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我看还不如趁现在，他还能卖点钱，赶快把他给卖了。是啊，要不然再过两年，他老的除了吃草，啥都不能做，那就更划不来了。我说了，我是不会卖他的，我愿意给他养老送终。转眼间，大牛的年纪越来越大，他已经没办法再工作了。每天只能在牛棚里吃着草料。哎，老公，大牛已经没法下田了，马上就要春耕，我们得买一头新牛了。我们现在手头上的钱根本不够买头牛啊。要不我们先跟阿磊借一下。阿磊他老婆就快要生小孩了，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跟他借呀。哥，找我借什么呢？阿磊，你怎么来了呀？我今天跟着老板来这里收牲口，路过你家怎么能不进来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要找我借什么？阿磊，你也看到了，我们家的牛老了，不能干活了，所以我和你哥想跟你借点钱，再买一头牛。哥，你不用跟我借呀，直接将这头老牛卖给我老板，不就有钱了吗？何必借呢？你放心，他给你的价格绝对漂亮。但这头牛我不打算卖。不卖？为什么呀？大牛帮我们家干了十几年的活，现在因为他没用了就卖掉他，我实在有些不忍。哥，他不过是头牛罢了，耕地拉车本来就是他的命，现在他干不了活了，你还留着他干嘛呀？卖掉好了。我跟我老板说说，这头牛好歹也能卖2000块钱。老公，2000块钱呢？有了这笔钱，我们只要再加一点点钱，就又能买一头新牛了。是啊，哥，把它卖了吧。嗯，好吧，那就卖了它吧。阿昌深知牛被卖掉后的命运是会被宰杀，但是他却因为金钱而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老公，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门了。阿磊不知道怎么了，儿子刚出生应该很高兴才对，怎么听他的口气似乎心情不太好。对呀，我也觉得奇怪，该不会是孩子有什么毛病吧。他这么急着找我们去，我想一定有问题。我们去了就知道了。嗯，那我们快出发吧。小朋友好可爱，老婆你看，他长得好像阿磊啊。唉，如果他没有残疾那就更好了。你说什么？这孩子有残疾？对呀，我儿子一生下来舌头就非常的短，医生说以后讲话会有障碍的。啊，怎么会这样？报应，这都是报应啊。我要是早知道会有这样的果报，哪里还会吃牛舌啊。这跟吃牛舌有什么关系呢？阿磊他非常爱吃牛舌，每次老板说的牛屠宰前，他都会先把牛舌割下来煮着来吃。这些年来他不知道吃了多少牛舌，结果自己的儿子生下来就短舌，你说这不是报应是什么呀？你们想太多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啊，不过是个巧合罢了。不，这不是巧合，这就是报应。哥，你知道吗，买下你家老牛的当天晚上，我便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那头老牛对我说，当初我出车祸的时候是他救了我，所以希望这次我也能救救他。天啊，他真的这样说吗？没错，在我的梦中老牛的确来求我帮忙救他的。阿磊，当初你出车祸的时候我给你的那笔钱的确是他拼了命赚来的。啊，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呀？我不但没有救他，反倒还把他的舌头割下来吃了。报应，报应啊。老公，我们把为我们家拼命工作一辈子的老牛给卖了，不会也要遭受果报吧？
果然，从弟弟家回来的当天晚上，阿昌便做了一个怪梦。啊，对不起，对不起。老公，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我梦到大牛了，他对我说，你本来说要给我养老送终的，可是却因为贪财而害死了我。我今天要来报仇。说完，他就用牛角顶我的背，顶得我好痛啊。老公，没事的，那只是个梦。哎呀，好痛啊，我的背怎么突然痛起来了？咦，你的背上怎么突然长了一个好大的毒疮？难道真的是大牛来报仇了？这怎么可能，不过是个毒疮罢了，和大牛没关系的，明天我们就去看医生。第二天，阿昌夫妻俩便去了医院，然而这个毒疮非常顽固，让阿昌痛了足足有半年之久，花费了20000多块钱才治愈。大牛，对不起，是我失信了，对不起，希望您能原谅我。在那神光之时，天空中圆满智慧尽伦所放光，消除一切众生愚昧暗，与自在佛妙音我定力。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从现在起，直至证菩提，除凝之外，我无救护主。明夜离故，无论生何道。难之中救我问殊事。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我从今世舍生离去时，一切亲人好友均别离，凶横死神手中时，拯救死亡恐怖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无始时来多造恶业故，在中迎接烦恼狂风惊，会被吹到凶险恶趣中，挡住烦恼风口问殊事。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终因一世转生投胎时，愿地芭蕾修法无暇地，生为受持佛法生法状，有福中心之家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Om Mara Vatsa Nadi。 来世获得人天高贵相，取得庄严下满人类身，信奉持正法脉善知识，祝愿佛山教。
去慈悲与方便上法师教我精通海量诸经论，定能如法教授诸众生，赐予抉择智慧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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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世世我为利众生，所有财富令作施舍，无散乱行休息禅定等，圆满六度大行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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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除世苦热闹清凉寂，金銮冰山之欲缘幽兰，掉入三意你还难成形，慈悲救我出你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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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步进入深深之间道，一心相去解脱安乐道，愿前世心如身作羁绊，斩断连世前生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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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如己自利也合理，观看广大佛道前经验，只言蒙受无名黑暗障，消除无名厌恶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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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是我生生于世时，一直生光佛法大海洋，愿为满足众生所需求，如愿生成大宝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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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文殊诚心祈求力，启动福智资粮大方船，运送一切众生出世海，如我生离如您文殊师。Om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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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是接下来